别在这儿拉，宝贝，往下点，那胳膊往下点，放松。哎，对，对，很好。刚才拉的好，那个停顿不要停那么长，噔噔。不好意思，那重新来拉一遍，没事。那个右手给我往下，往下，往下放松啊。对，右手往下啊，好，刚才没疙瘩，你听一直在刺啦刺啦刺啦的响，就证明你那个弓那边有点高，这边有点低，所以是刺啦刺啦这样。好，接着拉。漂亮啊，这个手别那么抠啊。好嘞，好，预备备走。对了。
调才对啊，前面调有点跑了啊。